我们来介绍一下投影空间啊。英文叫做 projective space。先来看俯的投影空间，俯的投影空间就是 M 为俯，俯投影空间。就是把它记为 PN。然后它的数义是俯的嘛，所以这里是用 c 它代表俯。它定义在就是说n 加一维的俯空间中穿过原点的所有线的集合，就是每一根线就是一个元素。穿过原点的所有线的集合，我们把它这个画出来，是吧？就是给定义出来，若在一个 n 加一维的俯空间，就是 z 乘以 z 零点点点 z n， 它这还有 n 加一个元素，那它是在 n 加一维的俯空间，它不为零的话，则决定了一条通过原点的俯线。其实，量子力学的那些态其实也是投影空间，对吧？也是投影空间，因为，一个态是。你乘上一个俯常数，它对应的同一个物理态，它其实也是在投影。若两个 z 只差一个常数，比如因子，就是 z 等于c 撇，其中 c 是不为零的话，则这个 z 和 z 撇这两个点决定了同一条线。对于投影空间的话，这些线就是它的元素。同一条线的话，那它们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它们在投影空间对应的元素是相同。所以，我们将这个等价关系记作。
等价于这个这撇，如果它只差一个常数因子的话，它们等价。 那这个 PNC 是什么呢 ？PNC 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为 在 n 加一维的浮空间，首先挖掉岩点，n 加一维的这个浮的线性空间，减掉这个一个岩点，然后磨这个等价关系，比如说，你把 n 加一维的空间把岩点挖掉，这样的话。 就是说它是不规律的嘛，每一个这个它决定了一根线嘛，然后在相同的等价，就是决定相同线的那些点对应的是在这个投影空间是同一个元素，就是说这个磨这个等价关系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数学的语言把它写成这样。 然后 PNC 它的零翼，我们可以把它定义，就是零翼。零翼 UK。 就是 UK 啊 ，UK 是指第一个那个零翼嘛，就是它的这个零一直到 ZK 的那个 ZK 不为零的那些线，我们把它定义为 UK 啊。那是在 UK 上，在 UK 上。 因为在 UK 上的话，它的这个 z 的第这个第k个分量，它是不为零的，所以，你一个 zi 就是任何一个那个分量比上 zk， 因为它可以 zk 不为零，它可以当分母，等于 c zi 比上 c zk， 这 c 是一个任意的，它有很好的定义。 那我在这个 UK 上的时候，我可以就定义新的坐标，就 zi 比上 zk。 这个叫做 zeta i 恒等于 zi 比上 zk， 当然，我希望这个 zi 它有良好的定义，所以我这个定义是在定义的 UK 上，UK 就是说它的这个 ZK 分量不为零，所以它一定有良好的定义，以及。
就是它的这个其他的什么呀，因为这是它的一个 i 嘛，是吧 ？i 我起变它的 i 起零一直到 n， 是吧？零一直到 n， 那我就可以构造一个矢量 zk 零点点点 zkn， 是吧？其中有一个分量是平庸的，就是说它的 zkk。当 i 起为 k 的时候，那就是它 zk 比上 zk， 那个它分量是一，所以那个分量平庸，那个分量我们把它挖掉去掉，所以这里面那去掉那个分量之后，这里就是 n 个分量，因为 dk 个就是 zk k 等于一，那个分量我们去掉，这里有 n 个分量。去掉了 zkk 等于一这个分量，因为你这个恒为一的这个分量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，是吧？它也有决定，所以让它就有 n 个分量，这样我们就给出了，从 UK 是它的一个零，它其实还是 n 加一维的空间上，它到 CN， 它这里只有 n 个分量的一个映射啊，并且定义了，在 UK 上的辅坐标。这样。加一个分量，你这里只有 n 个分量，然后它这样，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 zk 这个 n 个分量来描述这个 uk 中的辅坐标。那在 UK 上的话，我们定义了一个 zk， 是吧？如果是在 UJ 上，我们能够也同理可以定义一个 zj， 是吧？来看一下它们之间如果是有非零的交集的话，有什么关系？k 的第 i 个分量，它恒等于 zi 比上 zk， 那在 uk 上呢，就 zj 的第 i 个分量恒等于 zi 比上 zk， 然后把这两个式子联立起来，在 UJ
交易这个 U 贴上，那时候这个 Z get i 但是等于，然后等于这个 Z i 以上 Z j， 我可以除一个 Z k 乘一个 Z k。ZKI 比上 ZKJ， 就是他们这个交集的时候，你的这个，它可以用它的这个 K 的这个分量来描述。显然。在这个 P PNC 上的 Z 如果你写成 Z 的时候不是这个 Zeta 的时候，它就是有 N 加一个分量。这个旗子坐标的意思就是 Z 级，这个 ZI 以这个朗达 ZI 是同一根线。我改用这个 zeta 这个坐标之后，它就是非旗子的坐标。UK 上的 zeta k 相当于这个 zeta k 零点点点 zeta k a。这时候它这里是 n 个分量，记掉了 zkk 等于一，这个分量它的Ki 是局域的非旗子坐标。Zeta Ki 以 lambda Zeta Ki
表示不同的线。非其次的坐标，好。那十的投影空间呢？它就是在 r 的 n 加一维。n 加一维的欧式空间中穿过原点的线的集合，我们可以将它看成 n 为球面，然后将对径点等同。偏啊可换成将对径点等同，就是模拟这个等价关系。啊，例如，P， 如果是在辅数域的 PEC。它是一个 i 维的球面，等于 s i， 然后 p 三 r， 就是我们刚才讲 s o 三的时候，它就是 s o 三，它就是一个三维球面将对径点等同，投影空间就变成这样。